签名合照通通有求必应，被封为最美里长永和 IU 的永福里里长陈子瑜推出个人限量写真年历宠粉，老公们早早就来排队，晚上10点过来，蛮幸运的啊。对，原本想说可以200名之类就好了，然后有头像不错，就赶快听老师就赶快冲下来，我没奇怪，想说一堆人都应该算了，差点都要走了，然后就排一下好了。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子瑜说？子瑜我爱你。一个很喜欢我的粉丝朋友，然后他有成立一个后援会，那他提供这样的资源，想说让大家就是有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纪念品，限量1000本，却只有前200名才能获得甜蜜互动，让粉丝抢破头，发送前30分钟人龙绕了永和国中外墙超过半圈，甚至出动义交帮忙交通管制，就连资深艺人都漏夜冒雨跟着排队。我做完尾牙秀就从台中杀过来，差不多晚上3点多我就到，我觉得他心地很善良，所以我希望请他来带动全国5740几位的里长能够来支持国变。谢谢你。和最美里长近距离互动，直呼好开心。而这份邻家姐姐甜美风阅历也只送不卖，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认识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用 CD 盒的方式可能可以保存比较久，这一年都有就是一些照片的陪伴。不止写真阅历暗藏巧思，最美里长也能跟上时事。就是gonna be my love。 甜美歌喉加上清新外形，从限量年历发送看出子瑜粉的晕船潮远超过当地里民。镜新闻黄轩、陈胜义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